请合掌。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咒。嘎嘚嘎嘚，婆罗嘎嘚，婆罗僧嘎嘚，菩提树哇哈。嘎嘚嘎嘚，婆罗嘎嘚，婆罗僧伽耶，菩提树哇哈。伽耶伽耶，婆罗伽耶，婆罗僧伽耶，菩提树哇哈。请放掌。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吉祥。黄老师好。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啊、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无上殊胜的这个因缘呐、啊，能够把黄敦远老师哈、啊、再一次的请回到我们的教室来。他是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说法的人之一啊，我最喜欢的。那尤其是黄老师，我们以前在佛光大学任教的时候，也有机会呢，能够把那个黄老师请到这个佛光大学去。然后有一次呢，黄老师跟我们同学分享了他的一个行禅的独到的法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受用。所以呢，就这一次就跟黄老师商量，就两件事，一个我就觉得。黄老师写的那一本很重要的书哈，就是《了凡四训》的这部书。然后我想说，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大家对因果要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跟这个认识，这个信仰。另外我想说，哎，上次那个 solo walking 那个你那个直观走路的这个法门呐、啊，我们很受用，所以今天是请老师来特别要谈这两个主题。然后呢，刚刚好这几天，我们大家有一个机缘呐、啊，就是能够这个参与了我们这个净空师父啊，他的这个我圆寂以后哈、啊，这个赞颂大典。那这个大典呢，举行的非常的殊胜圆满。我想希望今天有机会，也请黄老师谈谈您对这个净空法师。这一方面，他这个不一定真的赞颂大典，但是真的净空法师这个念佛的法门了、啊，也分享您的这个看法，好不好？好、哦，啊，这个不勉强，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共同的一个非常心心相印的功课哈、哦。那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黄老师来跟我们谈，谢谢。老师好，黄老师好，师母好，这现场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可以拿哈，我要气虚，声音弱了，我有快塞过的，鼻子也快塞，这里也快塞，哦，本来想说寄给老师的，不用，我有快塞，因为我最近气虚。声音弱、比较弱一点、还有线上各位师兄师姐啊，
啊，大家好啊，嗯，啊，我们呢、啊、就先向啊净空法师啊啊致敬一下，我们大家合个掌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嗡阿吽，好，这个我今天算拍摄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就是啊，就没有准备这个课程的那个讲义啊，然后对啊，我有板子啊，但是这个电脑的好，电脑的我都不会做啊，这我卡很慢呐，很慢呐。不是笨惰啊，哈，是很慢呐、啊，哈，那这个请大家谅解一下，好好，啊，这在老师说呢，老师说我是老师，我是不敢当，哈，我想我是真的抱着学习的态度这样过来，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向老师啊。学习，好，因为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呢、啊，这我当然一定有几个很天然又很亲切的老师啊，哈，就是善知识、啊、这老师呢，因为我都不敢叫他有老师的，你们都很勇敢的，我很少叫有老师，对吧？好，我一直都是叫老师，这是我新的一个很直接的东西，我不敢叫有老师，那我当然叫师母啦，好，师母啊，老师，是我很天然就很亲切的一个善知识，哈，这天然亲切是我的形容啊。就是我很喜欢看到老师，然后久了没见面呢、啊，会想要碰个面。见了面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什么话谈，但是就是谈话讲话，就像现在这样，我就会很自然。这样，在这学佛的过程里面，我是有几个。感觉上很天然很亲切的善知识啊，我学佛是从1975年开始的，1975，这中间遇到的包括藏传的南传的北传的确实我更加笨惰，其实时间上长了，然后我又算还普通用功的学生，其实遇到的不会算少，但是真正有天然亲切的那一种感觉，好像这不知道怎么形容了。这老师确实是少数其中的几个，一个啦，几个中的一个啦，就是大概像新道法师就是，哈，就是。新道法师很熟。对，我当然很熟，我在，因为。他还没出名之前，我们就认识啊。在民国，因为他坐前的大弟子法性师傅，就是我的学妹啊。我对啊，我淡江是算佛学社长，我把社长的职位交给法性啊，法性师兄，而法性师兄就是。新道师父的大弟子啊，当时，然后我从1983就在龙潭皈依新道师父啊。宜兰的对啊，对啊，就在他在坟墓那时候啊，然后就一路上就都很亲切这样啊，当然亲切的熟起来，这虽然是题外话了，但就是这样子讲了。哦，这样，然后有个
悟力法师也是跟我很天然亲切，还有这老师跟师母去过的清泉寺的那个天音住持啊，大概就这四个了。啊，这四个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直来直往，啊，没有知识的，没主谁啦，哈哈，啊，这就很天然的就变成，哎呀呢，相处起来就变得很自然了，这个是算。算很感恩这个在生命可以遇到老师啊，可以遇到师母啊，真的能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啊，是很难得的，是真的。哦，哪有，我没有啦，我不是老师的。我今天来帮各位师兄师姐啊，来跟老师挖挖宝啊，哈。这个真正的宝是在老师这边，哈，我确实，因为事实上也是向老师学习了很多东西了，哈，哈，就是默默的在这样看着看着，哈，我记得有一次跟老师啊，也是在宜兰，我记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家，这下面。铺了很多被长炭的，反正那个，然后我就跟着老师，好像也有七八个朋友还是在一起，老师坐上去，坐在那个沙发上，直接就睡着了，这个厉害吧？有没有很厉害？他很随意的，然后不管熟不熟悉一个人能够上去啊，然后坐着，嗯，他说我累了，然后就睡着了，这样，哎，这一点我做不到，哎，嘿，我们做不到的就要赞美人家，这个就是老师啊自在的地方，哈，老师自在的地方确实是在生活中了，好，这是确实，好，那。我们开头啊，除了像啊这净空法师啊，啊，这样致敬之外啊，然后我们也就这样闲谈了一些比较天然亲切，是真的是天然亲切啊，好，那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学习是我的荣幸，好，那感恩大家，那我们大家呢，也就是在这教师节。虽然才过两天，好，但它毕竟是我们中华文化，好，很重要很重要的，好，的一个日子啊。虽然教师节你都没看，哦，有我啦，我有传老师啊。那我传给您的，你没看。哦，我怎么敢当？我有向老师说教师节快乐的啦。好，那在这。这跟教师节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好，然后也向了这伟大的净空法师呢，我们在致上我们最大的致敬礼，好，这致敬礼我们大家用啊这个最尊最贵的阿弥陀佛的佛号啊，我们来做供养，我们来做回向，南无阿弥陀佛。好，很高兴的啊，嗡啊吽，嗡啊吽。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场子再交给老师。嗯，就是要拜个礼。哦，是说现在就开始讲。对啊，我有纸板，但要从哪里讲起？讲了凡的人生啊！老师，啊，侯老师，我记得第一次你来我们的课堂是在我们的第99集。老师，你是从《琅琊榜》哦，《琅琊榜》谈到一统天下，好吧。然后第二次老师你来是在我们的第147集，老师你谈的是天下。最简单的一件事。嗯嗯 嗯, 嗯。然后今天是第三次与大家结缘，哦，老师请。好，《琅琊榜》
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顺那个缘。哎，顺的随流任的性，是我刚刚在路上就接着红军跟我讲的说，今天要谈随流任的性跟那个。跟那个 solo working 嘛，哈 ，solo working 是我今天我有特别请我会长啊，跟孙师兄他们来做模特儿，我总是要教一下的。这等一下就是会由他们来教哈，然后和这图文就是师母讲嘛，就是从这个一统江湖啊。琅琊榜哈，那这个是我们，没关系，我们就说顺那个缘好了，哈，顺那个缘，我突然想到一个感觉哈，这个。老师，我给你那个架子 ，stand 在后面，那个架子，那个麦克风架子。好，那各位师兄师姐，这个虽然这样，但就是我们很自然呐、这场地。这样缓而亲切哈，缓而自然就好。我们今天就慢慢谈入随流任的性啊，大家一起练一下哈，随流任的性。随流任的性。这一段话呢，是算等一下我们慢慢谈哈。刚刚师母谈到的一个，这是以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叫什么“一统江湖”是吧？大家，好，好，极简之美，好。那大家呢？我们一起练一下，自我做主，自我做主，群魔乱舞，群魔乱舞，即兴在场。一统江湖，那江湖当然都是说禅门，上一次已经有讲过了哈，就禅门里面其实习惯称为这个禅门就叫江湖，所以以前马祖道一人称江西啊，湖就是指湖南的石头西迁哈，所以以前呢、就以前那个时代的学佛人呢、要修禅，那都一定要去拜访这马祖道一，在江西，然后啊，还要再拜访这湖南的石头西迁，所以俗称啊三个字，大家一起念：走江湖。走江湖。其实走江湖是来自这样来的，那我会特别提醒这一段话。是来自以前几年前吧，就是大概几年前，因为我们有去过这个禅门的中庭，那个叫什么宝峰寺是吧？宝峰是一个中粮法师啊，他特别跟我提起什么叫做走江湖啊，所以我才就这样，这走江湖的概念是对的，这样所以。江湖这两个字代表着禅门呐、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提起一个江湖这两个字，这个是武侠小说里面江湖的一个由来哈、然后我们今天这四个字大家谈一下好了，江湖对话。江湖对话。江湖对话就是禅门里面的对话，那我今天要说的就是顺从师母啊，你谈到江湖嘛，那在江湖第一个对话，江湖的第一个对话到底是什么？我们说 number one 啊，number one 的对话哈，江湖对话，这江湖对话就是。当时五祖啊，跟六祖接触的时候，他们两个见面。五祖呢，
那就问六祖，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来这里做什么？意思是说你来这里希望我给你什么？这六祖说，其他的我都不要，我只求做佛，这样清楚，叫唯求做佛。我们今天的课程一开头啊，就由师母所提江湖对话做开始。我们学佛人总是要有点骨气哦，不要说我学了佛了，然后我不觉悟了。人家说不求于物，唯求做佛，这是六祖，那人家说得很清楚了。那请问各位现场或在线上的各位师兄师姐，你学佛，你有这个气度吗？这是人家江湖第一的对话的，第一的对话。这个第一的对话要再继续下去的，不能说只停留在五祖跟六祖，然后在五祖后祖六祖啊，他后来经过一百年以后所开出来的五个宗派啊，哈，或者甚至到杨岐派啊，这来说五家七宗还是什么，哈，就是他们都继续的延续着这一份呢、啊，哈，江湖对话，哈，就是人家学佛是这个样子的，那《坛经》大家都知道喽，然后六祖就说：“哎呀，人啊，有南北之分啊，佛性无南北之别啊。”那我六祖呢，虽然是个草莽的人，乡下的人，那你五祖呢是高高在上的，哦，是书读得很好的，是风度翩翩的，但是我们的佛性没什么差别。这是毫无疑问，非常真实，真实的不得了。天底下的事情没有比这个还真实的。佛性一直永远跟我们的生命一起呢，同时存在。它都是同时存在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这是整个江湖对话，它呢所谓的基础的理论就在这里。就是他一直都在，那佛陀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了，啊，那其实他与我们整个身心当下，他是同在的，这个是江湖对话，哈，江湖对话。从这江湖对话里面呢，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种骨气？就是我们学佛到底是在为了什么？学佛是一定要觉醒的，这一辈子觉醒没那么的，好像复杂或麻烦，因为它是你一直都在的东西吧。所以正如师母说的，我们第一次说的一统江湖以后，那希望大家觉醒在场，然后第二次我们又说了世间最容易的事情，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佛，唯求做佛，不是江湖第一对话，对话，师徒之间的对话，唯求做佛。做佛的事呢，那我们又说它是世间最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句理论的话。其实古代的禅师也有说过，他说他就是因为太简单了，简单到你不敢相信啊，因为他就在啊。
你说他在眼前吗？那云眼禅师说，怎么叫做在眼前？不是的，你本身就是。什么在眼前呢？好，那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在谈一些好像没意义的话，它确实就是在的。这是在从江湖对话了，然后哎呀，我们要了解，这成佛呢，其实成佛大家不要去把它想象成为那么庄严或者那么复杂的事啊，其实就是见到真实的你的自己嘛，他开佛之见嘛，六祖说开觉之见嘛，就是开啊你本身那一份跟觉性之间的关系啊，哈，所以开佛之见。那这一件事情，因为觉性它一直都是在的，那要体会，只要有个因缘就可以体会了，好，就可以体会的，好，这是我们上一堂谈呢、啊，这个天底下最简单的一件事，事实上，天底下的事情都很困难的，好比我今天感冒了，我要把这个感冒治好，我要看医生的，我要依赖药的。而且搞不好我要吃三天的药，或者说，哎呀，可不可以那一天，啊，我得到了，啊，那很麻烦的，那我还要去通报嘞，然后医生开给我吃嘞，然后我还要被关了好多天嘞，然后以后才会好的嘞。光这么一件小小的事哦，我都要记住好多的因缘，我才有办法。通过 pass 这件事，但是你要见到你生命内在那本有的佛性，需要什么条件吗？我跟你讲，无修，不用任何条件，也就是他完全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你向内去体会。当然佛教说需要善知识的条件的，善知识啊，但善知识的条件他也不是给你什么，他只是跟你讲啊啊啊那样那样那样而已啊，他指的东西又不是他给你的，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吧。所以叫做明心见性吧，心在你那里嘛，就好比这个手嘛，你说这个手啊，我们现在手是这个样子咯，那自然的手是这样，那请问从这里到这里的过程简不简单？简不简单？简单。对啊，你需要做什么事，你就是不要做什么事，它就这样的。就好比我现在脸这样，啊，我的脸在这里，啊，这叫本来面目哈。虽然他长得很胖，又丑丑的哈，胖胖的，啊，自然的在这里。但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心呐，自然吗？不自然。我们现在心是这样，甚至鬼脸这样。好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叫痛苦，叫轮回，不自然。那我们现在每个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请问，我要回到本来的脸，我需要做什么事吗？就这样而已。你说，它难道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吗？它需要外在任何的力量给你吗？它需要你去办什么事情吗？都不需要嘛。所以才说无修嘛，它本来也不是你修的。那马祖道一说什么呢？哈，道啊，哈，一起念，不属修。道啊，不是属于修啊，一起念，淡漠无染。淡漠无染。
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要再继续延续你那一份习气的无明的那一套了，把它停止下来，休息下来就好。那各位师兄师姐这样子听闻呢，听闻呢，你也只是觉得理论吧，好，但是你要知道总原则是这样，好，这是我们从江湖对话呢，到成佛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去认识整个学佛的核心要义啊，那学佛的核心要义是这样的，你只是找回你本来就具足的，所以谭经才说呢，谭经才说啊，这个，一切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好，好，都是你自己的，才说叫做本来面目嘛，好，那回到江湖对话。江湖对话啊，江湖对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方向要对，方向要对，不要被人家拖着跑，拖着跑。事实上，我发现呢，像老师啊，也像社会上很多善知识啊，其实人家在内部，在私底下，在谈的佛法，其实都是跟这一块有关系的。只是在公共的场合里面呢，有时候我们时常会说：“哎呀，我们考虑到大家的根基啦，主流社会的想法，那心性的这一块呢，就变成私底下在谈。”那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里面，我们也就把学佛当成是一种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样子。但不管我们现在认知了什么，终究学佛它的核心一定要是指向这一点。那各位师兄师姐，你以后遇到你的朋友或者遇到你的老师，你敢不敢跟他来一个一起练江湖对话？江湖对话，你有没有这个骨气？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你有没有这个豪气？嗯，他有骨气一点。靠骨气，哈，那样呢？干那，样呢？不敢，明目张胆的学习，学佛，不只是你这一辈子，你这一辈子可以学到佛法，可以接触佛法，那你都不知道你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多么多么的有福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成为人功德就不得了，可遇到佛法就不得了，可以又遇到般若的法门又不得了啊！一天到晚嘴巴谈的空性啊，般若法门啊，不得了不得了的功德，不要被戏弄啊！这一辈子我们学佛啊，一定要学出个名堂。就像啊，净空法师老喜欢讲一句什么话，真干了，有没有？有没有啊？来真的啊，真干了，不要啊，那，所以以后啊，要跟你的老师勇敢的江湖对话。即使你的老师不敢跟你江湖对话，你也要勇敢地提出你要什么。你当然一定要觉醒吧，
要从无名的梦里面醒过来吧，从轮回的一种轮转里面停止下来吧，这一定有什么方法吧。所以靠骨体啊，靠骨体。好好，我算闽南人嘛，因为我的祖籍是来自这福建的泉州嘛，所以你看我讲闽南话，我讲台语还是闽南语是真高的。靠骨气的啦，哈，靠骨气的，哈哈，好，啊，反正就一起练来，明目张胆，明目张胆，就明目张胆的学习着，这里面没什么客气的，你学佛不准被不正确的知见把你糊弄掉了，你要明目张胆向你的老师求学吗？求学，要你的老师告诉你如何才能够觉醒过来。我明目张胆地问，我心里很渴求这件事情，你不要糊弄我，你不要说我根基不好，不可以，因为你都还没教我你就说我根基不好。这个明目张胆的学习是现阶段在末法时期有智慧有勇气的学佛人要的这个嘎子，要有这样的豪气啊！怎么跟你的老师江湖对话？怎么对话？要不要我偷偷教你啊？要。有录影也没办法偷偷教啦。我告诉你怎么江湖对话，好不好？好不好？好。不，怎么讲？好，就这样。这样好比意思说，这边这个是老师好了哈，这是当老师。那这老师啦，在这里啦，然后我是学生。其实我永远把自己当成学生，所以我才会找得到江湖对话，才会看到那个学佛的豪气跟骨气。我是永远把自己当佛陀的学生的，哈，所以有时候真的人在教我老师，我只是觉得那是你尊重的一个名词啊，哈，所以你看我永远都是很真诚的称呼各位师兄师姐，也就是在座各位啊，哈，都是我的前辈。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持六祖所说的内心谦下是功啊，哈，那得一个学习啊，哈，那当然我是个学生。回到主题，这个是老师，这个是学生。那我的江湖对话是这样，老师你坐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我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要跟我讲，就这样，这样会不会问？会不会问？我再讲一遍好不好？好。加深你的印象，哈，晓得让你学会明目张胆的。跟你的老师做出江湖对话，江湖真正的对话是这样的，安尼较干脆利落，哈，不要大家当面安尼互相糊弄啊，这个是老师，活生生的老师，不管是出家众、
在家中，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跟你的江湖对话就是老师，你现在坐在这里，我也坐在这里，也许你坐得比较高，啊，我坐在底下，没关系，我就这样问。你的服装穿成什么也不重要，就正如六祖跟五祖说：“我是嘎老的心啊，啊，啊你一定是穿着哦很庄严的坐在那里，也许你还带上什么，你的华座后面还什么？我们恭敬，这是字不在话下的。哈，我先提一下，我们在做这种江湖对话的时候，我们内心是求学的，是求道的嘿。挥观人与人嘿，我们是在求学，我们是在求道，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啊做交代的。哈，啊，好，那我们就问老师，你坐在这里，我也坐在这里，你是人，我也是人。那我们现在两个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告诉我，这叫江湖对话。如果呢，这老师呢，他只是跟你讲，我耳会耳较固哦，嗯，不算，哈，不算。人家《华华经》，龙女人家九岁还是八岁，人家就被受记成佛了，哈。他说：“哦，我较老，我打坐也能爬得比你较高。”不搞，不搞，这值得赞叹，但不是这江湖对话里面的答案呐，啊。嗯，也许他跟你讲：“哦，我诶。”神通啊，我会算黑，我会算黑。你怎啊紧摕一块物件，怎啊甲牵落去安尼？如果卖甲骗，哈，哈，哈，你个千信万信，这一块很奇奇异异的东西，不用信。这是我直接的话，因为经不起辩证，对吧？师母是不是？经得起辩证吗？经不起辩证。一定要经得起科学辩证的才叫做神通吧，如果经不起，那就是那是你的哈，那是你的哈，不是众生的。那这当然就很多咯。好，那到底以何为准呢？而称为是开佛之见。如果你的老师有能力回答你，那你们的江湖对话就成功，那你就学他当下跟你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对吧？他总不能跟你讲哦，你给我打的我没听，不是这一套。嘿，哦，我这个不痛，我忍耐的能力很好，我什么很好。其实佛陀的教导在江湖对话里面，我们今天如果跟人家觉悟者在一起，那人家也是笑，我们也是笑，人家也是哭，我们也是哭，啊，人家也会生病，你也会生病，但有什么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江湖对话所要告诉你的答案啊。有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啊，好比因为这没有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反正我们又把他当他也刚刚是当老师嘛，哈，那我们先把他缓过来，因为这样话比较容易讲。假设这个人是老师，假设哈，他也跟你一样坐在这里，他也一样肚子饿要吃饭，甚至他也一样有贪嗔痴。哎，你不要觉得觉悟没贪嗔痴，嘿，嘿嘿嘿，
这个人一定有贪嗔痴的，知道吗？这个人一定有贪嗔痴的，哈，贪嗔痴修不完的，因为贪嗔痴是你入胎的时候，这贪嗔痴的元素就已经进入了你的细胞的，你没有贪嗔痴，你不会来成为人的。好，所以他也一定有他的贪嗔痴，只是透过的修行，他的贪嗔痴不再被执着，只是透过的修行，他的贪嗔痴确实因为明白因果啦，那他的心越来越清净啦，啊，他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变成一场戏，不会成为被执着的对象，他不会再去造业，哈，他原始的贪嗔痴还是会有，所以啊，你以后不可以说啊，碰到一个觉醒者，看他，他怎么还会生气啊、哦？那怎么什么那个都没关系的，嘿，哈，会乖，哈，好。假设他不是我哈，我现在说的是他，假设他是个觉醒者。他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在一起，他还是在生气，他还是去唱歌，哈，他还是在生活着，他还是为了生存，哈，他要坐车，他要生病，他要老，他要死，也有人讨厌他，也有人爱他，跟我们都一样，那他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头脑不一样吗？也不是啊，他也没特别聪明，那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在江湖对话里，啊，他有什么不一样？他不一样的地方，就他的心退到了觉性的本身，在经验这个五蕴的自己，人家是超越人家的心啊。没有住在身体里面，人家的心啊，没有住在头脑里面，人家的心呢，已经不再认同我们过去那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的那个自我，那个精神、那个主体概念、那个自己、那个自我做主了。人家已经超越，人家这个心啊，已经不再住在身体，不住在头脑，人家的心是退还了他背景中那一份觉性也好，知道的感觉也好，哈，你要说，哎呀，那个叫做内观的成果、觉照的成果或般若的成果都可以。就是他已经退到觉性的本身，他退到的觉性就像退到了镜子的本体那一份知道的感觉，而这个人跟你在对话的，你人家是个像，但是你把它当主体，这是最基本的，而且人家在觉性里不止这个能够感知世间的发生在觉性里，包括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包括时间，包括空间，这能所的一切都以一个相有为法，生灭相的相发生在人家那一份体性的，但他还是他，但人家的心是超越了这个在这里，但这个当然是如同镜中的像发生在镜子那个能够照的本能当中，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他敢这样跟你讲，那你就要赶快怎么样啊，赶快赶归了，哦，按你搞你搞你搞这叫觉醒了，
其实觉醒没有那么大的复杂。嗯，我们从江湖对话这样子讲，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了凡的人生，再谈谈这个随流人的性啊，哈 ，solo working 哈，这只是顺这个话这样子讲啊，觉悟啊，觉悟啊，江湖对话，这一件东西，六祖说那个人家是不思善不思恶，人家是正义嘛，是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啊。那在中宝本的坛经里面说，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那当然这一段的公案啊，在敦煌本里面是没有的，但在中宝本里面是有的，是那个。所以你就问啊，老师啊，你坐在这里哦，我也在这里，你也会生老病死，我也会生老病死，你也有爱恨情仇，我也有爱恨情仇，你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比我好，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但你为什么叫做老师，我为什么叫做学生，我们两个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告诉我。这叫江湖对话，第一对话 ，Number One 的对话，五祖跟六祖的对话，这个对话是高于，哎呀，我的心不安啊，把心拿来，这样啊，密心了不可得，都比这个的层级还高的，好，人家那是五祖六祖的对话。那对话的关键点，我当然是属于我个人一些微薄的体验，我时常是觉得其实我体验的都不一定是对了，好，我体验的都不一定是对，所以包括 solo walking 什么，我只是觉得那个就是对我有用啊，对我有用，我也不敢说对你有用啊。所以除非说哎呀有像老师这样啊，这样要把我打出来，我才要讲啊，啊，因为我很多东西我都觉得，也许这样的法，我这样的体会，只是对我很实用，我知道，但对我有用的东西，不竟然对每一个人有用，哈，所以我并不会说，哎呀，特别强调说我是对的或者是什么，那我要说的。只是我的体会而已，哈，那个不是代表说，哎呀，你一定是不可以反驳的。当然，在江湖对话里面，我很喜欢大家反驳，哈，都反驳，为你自己的福利争取，因为不要被糊弄了，嘿，这一辈子可以学佛，不是代表你下一辈子可以学佛呢，这一辈子学佛，如果没有学一个成就，你就不要跟人家讲你是佛弟子了，知道吗？因为佛性也好，觉性也好，本觉也好，真如也好，第一义也好，其实都是在你的当下里。好，那。我们要恳请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他的境界，直接去。如果你这个老师啊，胆敢跟你讲你根基不够，那是他能力不够。你可以这样子啊，你要没缘无缘无故，你怎么说我根基不够呢？你什么时候根基不够？各位师兄师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师兄师姐们，你什么时候根基不够啊？你没有真诚，没有愿意求学求道的时候，就是根基不够了。这样，你如果真心说哦，哇呢，阿内南宫那个在海水里面滚了，一只木头滚了很多次，然后一个龟突然跑出来可以。
碰到那个头，我人生这么难得，哈、哦，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遇到了佛法，又佛法难得，哈、哦，而我又遇到了般若的法门，像遇到了老师，遇到了师母，哈、哦，而在我们这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那都遇到了很多难得，很多难得的东西都遇到了。啊，然后我又不觉悟，那我完蛋了，我这样怎么办？你去哪里成为一个人？遇到法，遇到波折，甚至遇到老师常常在讲的，哈，《大智度论》里面的，哈，大悲心是诸佛的阿咒，阿嬷，阿嬷，哈，波折是阿母啦，嗯，波折是阿母，诸佛的佛母。般若嘛，啊，大悲咒是诸佛的祖母嘛，阿嬷，哈，阿嬷，我真是做阿公啊，我两个孙啊，阿公啊，这个是我孙啊在玩的，我看起来觉得不错，嗯，所以拿起来，哈，这阿咒阿嬷，能够遇到啊，这个法。那你当然要求个明白啊，你不能这一辈子好像就糊弄糊弄糊弄啊，然后人家说你根基不好，你就根基不好，你就跟他讲，我就是有心有愿，我要求道，我要求学，我求道若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拼个明白。像我们净空老法师讲的，真干了，实际的去做这件事情。你如果去看《金刚经》讲那个功德有多大，若于一句一句啊，是人呐、啊，若能怎么样起功德，哦，就这么大，哦，这一些大的功德百千万分之一之譬喻所不能及也，嘿。他功德很大的，你这一辈子就要这样子求个明白，嗯，一定要觉醒过来，哈，觉醒过来，觉醒没多难，只要真正遇到善知识，但善知识必须在你的诚恳，在你的谦卑，在你的恭敬里面。才会真的被你遇到，那你一旦遇到了，那你就要明目张胆的求取，啊，不要再这样，好像啊，那偷偷的学。学佛，我很怕大家偷偷的学，要问，你偷偷学都学错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那边解释，在那边想，所以我时常有时候会跟很多师兄师姐讲，有问题就问，勇敢的问，闹开未死，等开才会死，嗯，这里问，啊，那未晓，咱就求菩萨，哈，啊，唔好。这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甚至顿教也那么难以遇到，嗯，般若那么难以遇到，菩提心、大悲心那么难以遇到，那、啊、你就不要失去那个机会。一生中能有多长啊？以前有一个禅师说，要把你这个勒紧啊。勒紧啊，这时间很快、欸、当然他勒紧不是因为你胖了、啊、他说把时间要勒紧一点，每一分每一秒啊，啊，多多的用心求取那一份佛陀的本怀，佛陀教育的那一份本来是要你做什么、啊、佛陀菩提树下要教你的东西，其实说简单就是很简单的。所以像早期人家释迦牟尼佛人家自己哦，
觉醒了，见到真相了。那你看到后来的，你若去看经典，哎，佛陀一讲人家就阿罗汉，一讲人家就阿罗汉，事实上是那样，没有错啊。但我们现在就不太会问啊，啊，不太会江湖对话。好了，我们把它做个结论呐，这就这个是从那里讲，那里大家讲过了，以后大家会不会像你的老师很恭敬、很谦卑的这样子问呢、啊？当然一定有不一样的，要不然，要不然我们在学什么？但他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跟你讲，我背了多少经啊，我拜了多少佛啊，那个是过程，那不是成果。嗯，做老师，尤其佛教的老师，就一定要有那个东西，所以我不敢做老师。他一定要能够告诉得了你，而且要能够教得的教你。人家说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一定要让你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才是基本的老师啊，要不然叫师父叫假的，又老师又父亲呢，他老师要引导你，父亲要像儿子一样啊，所以我很喜欢当学生，当弟子，哦，我老师教我，哦，我这个儿子好吃懒做，你要做父亲来供养我。觉悟啊，我们就直接谈。其实觉悟大家不要怕啦，嘿啦，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哈哈。觉悟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他的心已经退还了他的那个体性。好，那怎么退还？怎么退还？讲核心好不好？好。但你又没点头。好。那个核心的地方哈，当然啦，就是这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这当然是一段话了。其实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你的头脑。在想什么？比如说在念佛，因为五蕴嘛，五蕴的想蕴是核心嘛，想蕴表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就起念头嘛，起念头，好，是吧？我叫起心动念，这是你抓得到的。你的念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呐、啊，就是来自整体佛性，它随缘起的作用叫做心吧。那心是抽象的理嘛，显现成为事的相叫做念嘛，就念头。那你现在把念头，你如果一时之间没办法，你把它拿来念佛嘛，要不然念一二三，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就说了，觉悟两三事嘛，第一件的事嘛，就是这个头脑。起的念头一定是要被知道的，一定是要发生在知道的感觉里，也就表示你的心是超越的。相对我们现在不一样的地方也要念，但是我们的念在头脑啊，在头脑跟身体连接，然后这个念我们是我在念，在念的是我，所以好比我们在念佛，刚刚老师说，哎呀，啊就刚好这净空老法师他圆寂，那我们要谈念佛法嘛。那我们先说其中一种，我向来我们在谈佛法，就尽可能的不要用佛教的名词，因为佛教名词还要再跟你解释一遍。嗯，好，这里在念，念着佛号大家都会，对不对？嗯，念念看吧。各位师兄师姐啊，线上的师兄师姐念啊，啊，阿弥陀佛，念念念念，你要阿弥陀佛，你要念什么其实都可以啦，但是最简单的就念阿弥陀佛嘛，念一二三四也可以啊，哈，念我爱你也没关系啊，你就念吧，
你在练，你习惯性的练法是我在练。假设我叫黄敦年，不是假设我叫黄敦年的，他是叫做黄敦年，啊，他练火。那我们就是我这个黄敦年的我在练这个火，对吧？对吧？是这样，这叫凡夫，这叫没有觉醒。那人家你的老师也一样在念阿弥陀佛，人家在念啊，念佛号啊，人家这个念佛号的是被知道的，是发生在觉性之中的相啊，人家也一样在念啊，但是人家就是个相啊，但人家的体是在他的生命背景中那一份觉性之中啊，哈，那这个是能啊，这个是所啊，能够练的心啊，所练的佛号啊，人家这能所都发生在觉性之中，然后人家知道这能练所练是缘起的，是缘起的，是空的，它是一个空的流动，它发生了觉性的。那当然觉性包含一切，任由一切显现，任由一切在那里发生跟发展的，一样的练啊，这个是开头。我们说，哎呀，这跟老师有什么不同？那人家第一不同是这样。那从念头会不会起情绪啊？在五蕴里面会有情感的作用吧？会有好受不好受吧？心情好，心情不好吧？啊？人家也会心情不好，觉悟者也会心情不好，你的老师也会心情不好，啊？那他心情不好跟你有什么不一样？他心情不好，他心情不好是发生在觉性里，而且人家知道所发生的这个心情不好是一场空，更进一步的是他从来就没发生，因为他缘起缘灭。这建功老法师很喜欢讲的，当初出生随处没尽，这都是真的。你的经验如果是这样，苦从何来？苦从何来？所以你今天有没有觉悟？就这一点看看啊。我讲白话的，对不对？里面有没有什么听不懂的话？你就按照这样子去做啊。你做不到就问啊，做不到就问啊，这样啊，一定有办法让你做到啊。而且不需要你修，你相信吗？这叫顿教，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你生命所发生的都在觉性里。当然，生命所发生的一切一定来自你的心，你的心一定表现成为你的念，你的念就在你的头脑里，所以我把它统摄成为你头脑起的念头，就要让它在觉性里。我们 solo walking 就是你的步伐走路身体呼吸一定都是要发生在觉性里，是被知道的，这样。那道比较细腻的就是念头，中间的就是讲，我在讲话我一定要是被知道的，我不能用我在那边讲话。当然讲话的就是心，跟心本身的能量，它在随缘在作用，它作用在头脑里，它表现在身体的能量里，这样。所以从走路啊，到痛苦的感受，到你在讲话，到你的头脑在活动，这四件事都要发生在觉性里。这个就是人家老师跟你不一样的地方，老师也在走路，老师也在痛苦，老师也在讲话，老师也在思考，但人家通通发生在觉性里，一起念任其显现，了无意见，了无。你意见多不多？你意见多不多？你我执啊，随时意见很多。你的心老是攀缘，看到什么事情，就好比说，哎呀。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开始有意见了，哈，你已经在升起很多意见了。哦，那是什么党？
哦，那是什么人？哦，那是坏蛋。然后你的心就被你的念头带着走，嗯，然后你已经在那边分别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哦，你自己还要呢，啊，那理所当然一点冲了，一点冲了，是不是这样？然后要等待那个因缘停止的，你这一份苦才会休息。问题是休息的时候又转向这边，啊，又看到了，啊，又开始又被念头带着走，然后又在那边意见一大堆了，主张一大堆了，执着一大堆啊，都去，啊，那件代志因缘都无去，去看东边，哦，又来了，你哦，你就是拢安尼，安尼忙不完，人家觉醒者。是知道当下一切都是缘起的，由不得谁的，没有谁在做主，但是任由一切缘起在那边发生，在那边变化，这是觉悟的第一个征兆。你有没有？要不要？要。他勇敢也的点头的，他有骨气也的。靠骨气的啊，这就跟你讲，那是最简单的事，就是最简单的事了。真的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那当然呢，这只是第一个征兆，也就是初初的觉醒了。所以觉醒的共通点都一定发生在这一点。够白话吧？嗯，头脑发生在觉醒以后知道的感觉里。或者这个是被知道的，啊，被知道的一切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所发生的一切是缘起的，是空的。既然是缘起是空的，有发生跟没发生是一样，就等于没发生。而所发生的一切是由你自己做主的吗？各位师兄师姐，你生命要发生什么？你现在要发生什么？哦，是你做主的。嗯，米起念，由不得谁。在法上说什么？叫做缘起的嘛，是缘起的嘛，因缘和合的嘛，根尘是和合嘛，内在外在和合嘛，各业共业和合嘛。那既然是和合的，缘起的，就不是由你做主而起的。其实生命既然不是由你自己做主而起的，你干嘛用你那个我在那边负责？要瞎讲，嗯。别人咧食饱，你咧，你啥？你换腰吼？食饱换腰。人迄人的代志啊，那是缘起的。你为什么用你那个我在那边负责？头脑是缘起的，思想，你就创造一个思想的主人在那边做思想的启动者，一个无明啊。你要不要痛苦也跟你无关，你知道吗？那是根尘是缘起的，那你就偏偏创造一个自我的主体来作为痛苦的承受者。身体是缘起的，头脑是缘起的，念头是缘起的，它要生它要死，你要创造一个我来作为生死的主人，那自己搞得这样，这样对对生那么贪，对死那么恐惧吧，多么多么的可怜悯！我们要听佛陀的话呢，嗯，这《圆觉经》上面说喽，知是空法。如果知道我们这一份无明的我执，是我们一种错误的认知，知是空法，即无轮转，亦无身体、身心呢、啊，身心。受彼生死，何以故？本性无故，本来没有。啪！你要想，你看这个叫觉醒。觉醒的身体当然有生死啊，但心会不会生死啊？会不会？那你为什么不会去搞那个不会生死？这个，请问各位师兄师姐，这个人会不会痛苦啊？会。你不要跟我讲，哎呀，那个觉悟者不会痛苦，是谁跟你讲的？身心的狼巴者哎，啊，巴肚嘛会枵，身躯嘛会胖，哈，
你看有多少的觉悟者还是癌症苦吗？有没有？不是说我今天觉悟了我就不会生病啊，不是我觉悟了就怎么样，觉悟是觉悟的事，业力是业力的事吧，这是个业报的身啊。各位师兄师姐啊，这身体这身体啊，会不会痛苦？会不会？会。你不要怕嘛，那本来就会痛苦啊，不痛苦你怎么会是个人？请问谭经说动上有不动啊，有没有一个不会痛苦的在？有没有？有没有？有啊，觉性或佛性或真主或本心或自性，或超越了这一份身心的那个觉性那个佛性不会痛苦，他任由他痛苦，因为任由痛苦这个一起念任其显现，任其显现，了无意见，了无意见，不求改变，不求，也就是说哦，不要说哦，这个痛苦哦，一定不能痛苦，我一定要把它变得不痛苦，不是的，一起念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会不会伤心？伤心，对的，可不可以伤心？可以，可以的，是缘起的。但有没有一个不会伤心的背景存在？有，才叫觉悟者。等楞严经说呢？任其显现，了无意见。楞严经说啊，譬比虚空啊，你那份觉性就像虚空。不具比诸相花卉，啊，它不会拒绝这一切现象花卉。那个体呀，非群相，体不是这一切现象界，但它不会拒绝这一切现象界，在那边自由的生灭，自由的来去，因为它是缘起，由不得生。这个叫譬比虚空，譬如虚空还是譬比虚空？譬如虚空，体非群相。不具比诸相花卉，他不会拒绝，但在实务上，我们说江湖对话里面，我们说我们问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在那里觉悟的征兆的第一点，这会伤心，但有一个不伤心的在，这两者不可分，一个像火，一个像光，一起念，在苦恼的火堆里，在苦恼的火堆里，见到觉性的光，见到觉性的光，所以苦恼的火就变在光里面了，这样啊，啊，没有火也没有光啊，啊，光跟火也不能分啊，啊，这是个比喻啊，啊，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这样子经验啊，啊。不要说，因为我就这么熬啊，你们，我就念佛念这么多啊，功德这么多，我哪去等到安尼，等到安尼啊，命运啊变安尼嘞，吼、哦，我的功夫这么熬啊，我拜佛啊拜到厉害啊，我修行功啊真熬修啊，我觉性啊真好啊，我为什么阿哥会痛苦呢？你根本就会痛苦。外面天气好冷啊，风吹来了，雨打来了，风来了，雨来了，它打到了这个身体，对不对？对不对？风来了，冷了，它风雨打得到你的体性吗？打得到你那一份无相的体性吗？打不到了，它不会被风吹到了，不会被雨淋到了。那你要找到他，坛经里面说的叫做一切呢，一切无有真，一切无有真，动上有不动，弄啊，动啊，这个会活动，这个是缘起的，上面有个不动的，这是坛经里面的寄语里面的一句话，我只是顺这个时候这样子讲，哈，那我们呢，
反观我们呢，身体痛啊，就变成我在痛，那我呢又不要痛，就开始挣扎，又第一次苦，再加第二次苦。佛陀的比喻说，我就去有一支刀啊插着啊，足疼的，我为着足疼的，我搁拿一支刀啊，搁家家己堵落。我们是不是这样啊？生命已经够苦了，你看无明还更苦，还在那边苦。你的轮回是第一次刀吗？不是，你的轮回是第二次刀造成的结果。第一次刀叫做因果业力，这样而已。所以这东西多体会，这是觉悟啊。所以觉悟就这样，由你的老师告诉，让你的老师教你这个。哈，那当然，我还是回到那一句话，这是我个人浅薄的经验，适用于我，不尽然适用于大家。那如果适用于我的，那欢迎你，不必付一分钱拿去用。那如果不适用的，谢谢老师。不适用的就当成我们不曾认识，这样就好。你也不要再找我。这是第一个，要不要再生下去啊？可以的，生下去。生下去就是生命啊。平常没事的时候，当然你要尽可能快觉悟。我们现在也许是在笑谈生死，生死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对吧？爱别离不是我们现在嘴巴讲讲啊，情人分离啊，离婚一下就好啊，有生就有死啊。人生历其境的时候，他那个痛苦，不是我们外人所容易体会。所以我们也不能三言两语说众生爱别离的苦，生死的苦。对吧？在我们生命遇到真正的苦的时候，自己的生死的苦的时候，爱别离苦的时候，你的经验是如何？这是第二个层次。平常没事啊，在那边觉性在 OK。像我有时候，我最近这几天呢、在被拔牙齿，拔了智齿，叽叽咕咕叽咕咕，我还是在那边痛上又不痛，痛上又不痛。我发觉我嘛是一般溜溜气，你知无？真正一般溜溜气了，对啦。好，我拜托个牙科，你看唔看我给煮一挂麻虾啦？别听死！因为我那个牙医啊，还是老牙医，麻药打得不够，唔知要升啥下款。哈，也是拱腿啊，你真正甲我拱呢？我他妈个神甲拱四界，咔咔咔！吼，到尾甲我讲好啊！我讲你要不要甲我加做一挂麻药？伊讲吼，是你较敏感啦。是。吼，我嘛啥物听个，妈妈叽叽叫，规个全身拢无气啦。啊，实在是真哎。但是迄没关系嘛，吼。那你没有苦嘛？那只是身体的痛嘛。生命怕的是心的苦，哈，心的苦才是生的。因为这个苦我知道无常啊，吼。无常，所以叫会哭啊，怎么样呢？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反正我再回来，反正就是很苦很苦的时候，苦到啊，已经深入你生命的骨子里的苦，那一种苦的哀伤的苦的时候，决心要在，这时候就证明你是真的。第一个是浅薄者。第二个是深薄者，觉悟的事啊，从见到了你的本觉
真心也好，佛性也好，本性也好，自性也好，能够让他随时随地的在，那从此以后，你就学会从佛性来看待自己的生命，而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见到这一份生命的真实啊，实相了，见到的实相了，然后你就在觉性之中，他自然会带领这个人，这个人叫做身、口、意，就会带着这个人，带着身、口、意，自自然然的走在八正道正确的道路里，这是觉醒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在日常生活里面要有。但生命它必然是有生死，五祖说生死是大，我们没有遇到生死，我们会笑谈生死，就好比你白天你在那跟我讲你不怕鬼，好好、哦哦、白天不怕鬼，白天不怕鬼谁也会讲啊有人陪在你走黑暗的，你就说哎呦我不怕鬼，那谁都会讲啊、哦、有人陪着你去那个墓园，有人陪着你也没关系啊，对不对？你也可以说你不怕，就算没有人陪你，自己走在这个墓园上、墓地上哈、啊，说不怕鬼，黑龙还不够，鬼出来才是真，鬼出来不怕才真的了。好、啊，但我还是额外讲，遇到鬼的时候要谦卑，一定要说我怕你，知道吗？好、啊，你不能说鬼出来我不怕你，我要跟你降服，那就是在怕鬼。怕鬼才需要降服鬼但对鬼一定要谦卑，我怕你，你饶了我，你如果做到这一点才算哈。我们平常常常会说我不怕生死，真正遇到的时候没关系，你的恐惧、你的害怕、你的痛苦，你可以让它在那里，但觉醒依旧是在的时候，而知道你眼前这种极度的痛苦，那其实还是一场缘起吧，一场空吧，而能够让它在那里，而且它就会轻轻在那里，它很自然的升起，它很自然的消散，心还是在那里。这个的直接体验，我称之为深度的觉醒。没有经过这个的体验，我当然很希望大家都维持第一个就好嘛，就不要第二个，哈哈。但如果遇到，还是要这样。你的痛苦、你的流泪，不必怀疑你的觉悟的，哈，因为不是说你的觉醒一定是不能痛苦的，跟这个无关。也就是说，这个人所发生的一切，在你深度的觉醒里面，到最后彻底跟觉醒是无关的。如果到那里是第三层，我有讲。这句话可以再说一遍吗？说这个是相，好，这个是相。这所发生的一切，究竟上是跟觉性的体验是无关。那个地方其实是百丈禅师说的灵光毒药，窘脱根尘的地方。窘脱根尘，哎，这是最早期信道法师教导我的话了，哈。那前面的是你的觉性。跟你的这一份身心是一起念，同时存在，同时存在，这两者还是有，其实里面就是还有一些自我的我执，到这个地方根本我执脱离之后，那这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个头脑在发生，而为什么会发生，
都是缘起的。为什么会缘起？它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是因果业力的。而这一些通通都是相，到最后究竟更深层的觉悟是这样。哈，这样。所以其实应该这么说了，你有第一个步骤的念头发生了觉性，你情绪任其显现，而有一个东西是超越的，这个都已经是很好了，哈，好，就这一点，哈，然后接着第二层、第三层，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自己去体会，哈，体会得到的，哈，体会得到。好、啊，来，我来写。窘脱。啊，对对，打对了，窘脱，对对对对对，火字旁嘛。对对对。对，窘脱根尘。对，这是以前新道师父老喜欢讲的一句话，这是百丈禅师，百丈禅师他说灵光毒药，他说一定要超越，超越，嗯，超越。好，这三者呢，就是大概我们从江湖对话谈到我们一个学佛的骨气、学佛的霸气也好、学佛的豪气也好，哈，就是这一辈子一定要向我们的老师搞到第一点，哈，然后如果经由这样，然后这一辈子最后一件要完成的事情，就是个人的愿力要升起。这愿力的升起，小格局的就往生净土去了，大格局的自己的生命要有自己生命的愿力。这愿力就学诸佛菩萨的开始。你看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悲华经里面的愿力啊，药师佛有药师经啊，观世音菩萨也有那个普门品里面的普贤，什么什么各菩萨都有。你要学，你要学，那这个愿力就让它自然的升起。这愿力的升起会让你慢慢的整个生命变成是一个总体性的，自己永远是属于总体的一部分，到最后自己都是别人的一部分，别人不是你的一部分，因为总体是你的心，自己这个业力是别人的一部分，永恒的别人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你要怎么去作为，跟你的心有关系。有一些人他当然可以进入涅槃啊，有一些人可以往生佛国，这个都 OK 的，但是你的心要慢慢学着观世音菩萨他们，啊，也许你就说了，哎呀，我希望从此以后，凡是跟我相逢的人，都能够从我这里得到好处，都能够从我这里得到吉祥，这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告诉自己，哎，从此以后，凡是能够遇到我的人，我都不给他下三道的姻缘。这样，所有下三道的姻缘，我都不释放。也就是，凡是与我相逢的人，都是吉祥的，都不再落入下三道。啊，我现在说的是例如，例如，例如啦。啊，你买菜给二回佛菩萨，那个阿弥陀佛，还我来我国者，什么怎么怎么都可以啊，好好啊，念我观世音菩萨名号者，哦，水不能断，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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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哈，你一辈子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嘿，那当然至少，你要有，要有往生净土的愿就是了，好好。
跟那个黄老师报告一个比喻，我们这课堂上课中哈、哦啊，是用一行禅师的一个方式，每一次那个老师讲到很精彩的地方，那我们那个 Bear Master 那个我们的邱培师兄啊，他是扣一声信，可是这是我们开课以来第一次从头到尾这个信扣个不停。哎、哪有哪有哪有这个要问那个邱北师兄，你今天为什么扣信扣的这么样密集？很精彩，他自己解释。我那嘿嘿嘿的，你不敢嫌啦，真的是很棒。没来老师你客气，谢谢邱北师兄。我觉得我很高兴你那个扣信的节奏跟黄老师讲话节奏刚好就是呼应的非常完美，非常好、哦、嗯，那师兄觉悟了哈、哦、谢谢黄老师，真的很精彩。嗯，对啊，还是我们把那时候就认了信的那个诗写上去了。好，好吧，好吧，那我们就把刚刚的结束掉啊、哦、结束掉，那我们就谈什么？对水流认的信。好，水流认的信。好，对，我们水流认的信。因为老师有跟我讲说要讲 solo 啦，啊我有把那个，因为 solo 啊，其实 solo 我唯一跟他搭配的就是这一个祖师的这个言语啦，大家一起念的，然后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随流任的性，无喜亦无忧。我们就衔接刚刚讲的，下面什么叫无喜亦无忧呢？就是说呢，你的心呢、啊，如果在深层的已经退还到觉性里面去的时候，这个人呢、啊、的快乐，这个人的痛苦，这个人的是非，这个人的对错善恶，这所有的一切，它是已经被超越了，没有喜也没有忧的这一切事情。忧跟喜是属于这头脑里面。带着他的习气跟外在环境共同的缘起的东西了，哈，它是属于相的，不属于性的。虽然这一切相它没有离开过性，但是它毕竟还是缘起缘灭，是空的，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说，你如果随流认得性了，那它的成果就是一份完全的超越。但要记得，嘿。完全的超越不是有什么东西离开了什么东西的超越，而是回到它本来就是发生在性中的相，就好比一切本来就发生在虚空之中，虚空不会被风雨改变，不会被日夜改变，白天的虚空晚上的虚空都是一样的，晴天的雨天的都一样的，三千年前的虚空，三万年后的虚空都是一样的，哈，这叫无喜，亦无忧，哈，不是刻意的，我不要喜，我不要忧，我没有喜，我没有忧，忧跟喜，它一样自然在那里发生，它随缘在生灭着，但，嘿，一定嘿，没关系，叫看看那样。啊，扛起来，扛起来什么意思？没关系啊，啊，没关系，其实就是任其显现，了无意见呐、啊。那也就密教里面的任运自然呐、啊，就超越了，哈，超越了。啊，就是这是真的，这是可以办得到的，哈，哈，因为你对这一切喜，这一切忧，你已经看透了。看透了，它本来就很自然在升起的，你不必在那边分别或取舍。我只能快乐，我不能痛苦；我只能生，我不能死，哈！我只能得到别人的赞美，我不能给别人批评，哈！这一些都是分别取舍，没有这一些东西了。但这些东西的现象有没有？有，它还是随着缘起，随着各种业的关系，它在发生。但发生的，所发生的，除了它的本质是空之外，其实跟觉性 conkenai 啊，这个功德哈，
没关系，这没关系是讲的有点流里流气了，我知道，但是是这样，你要清楚，不要被你的无明绑得太不自由了。我们生命把自己搞得太不自由，对不对呢？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注射一大堆，哈，莫管老师拢无注射，那爱困你就困，你也咧管你安那看。嗯，哦，这些老师教师母他很大的特质哦，你们要学哦，这叫自由哦，自在就是自由哦，好、哦，好、哦，觉醒里面对啊，学这个觉醒里面是有这一块东西哈，好、哦哦，随流忍的性啊，就这个也很好啦，就是刚好就是随流啊，我记得上一次师母啊。老师他有跟我讲哈，他说随流是随着这法性之流 ，OK 的，哈，但这是从理，我从四修上是这么说的。我会不会痛苦？会，我随着我的痛苦的流，痛苦这个意识流嘛，心的流嘛，念的流嘛。缘起的流嘛，流就是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流动，一直在变化的东西叫做流嘛。嗯，人生有人生的命运之流，轮回有轮回的轮回之流，生死有生死的流，啊，情绪有情绪的流，啊，爱看电视有爱看电视的意识流，有没有？都有，在日常生活里面，流啊一段。一段情绪之中，让它发生在觉性里，就好比我现在在讲话，有没有发生在觉性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不对？各位师兄师姐，你现在坐在那里，坐在那里的那个自己，是不是被知道的？有体会吗？是不是被知道？你蛮公公呢，因为我坐在那里听课呢，是坐在这里的。这一份是被知道的，一起练被知道的。被知道的。点点头，点点头。点点头。这点头的是不是被自己知道的？是。是不是啊？我问你，那一份知道，是你脑袋瓜用力之后才知道的吗？或者是他本来就是知道的？他本来就在那里的。嘿嘿嘿嘿，不要啊，那呢，我只是那很廉价的把这一个东西很轻松的讲给你听呢，点点头，点头是不是被知道的？那你要认那个点头的，还是认那个背景中那个知道的？那一份知道是本来就在呢，不是修的呢。好，好，等下再点点头，点头的是不是被知道的？这个被知道的是不是一份？变化的，对不对？你看你那一份知道的，有没有吓一跳啊？师姐们吓一跳，吓一跳的有，吓一跳的是动的，动上有不动啊？有没有被知道啊？啊，你要不要退回那个，退回那个那一份呢、啊？我给它名称叫知道的，嘿那，那你也可以说那叫觉醒啊，那叫什么？反正什么名称都不重要，你有体会才是关键，好不好？一起练来，这个在讲话的我，是不是发生在知道的感觉里？是发生在知道的感觉。是不是啊？是有没有被知道？再一次来，再来，这个在讲话的我，是不是发生在知道的感觉里？是发生在知道的感觉。他是不是被知道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体会那个，体会那个，那是你的背景，会触动你的，是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会被触动吗？会吗？会吗？那你那个啊，哈，那个，他不会伤心呐、啊，他不会被触动，他在那怎么乱，那个寂静的背景一直在，他不会被扰乱。你要认他做你本来面目，谭晶说啊啊啊啊。他不会受到干扰，他不是善，不是恶，他不是头脑。如果你能够，退回去，
正义模式，就在这样的体验之下，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随流任的性，一起念，随流任的性，随着这声音的流啊，觉性在不在？你如果是在，你现在的感觉是不一样。好，好，这适用我啦，不一定适用你，是不是这样啊？声音的流在这里，卖我安尼弄这刀，安尼我弄歹，背都背了，不法度啦。好，这随流人的性啊，在生命里面，从早上起来啊，念头就开始流啊，世间的命运就开始流啊，他要爱我，他要骂我，嗯嗯，在那里会缘起好多的情绪，好多的思想，情绪的流，感情的流。我们人生在不知不觉里面，由我执创造了情感的价值。我们人啊，在不知不觉里面呢、啊，在头脑里面呢、啊，不断的制造啊，各种爱憎取舍的分别，这都是流，这都是无明的流，轮回的流。痛苦的流，所以在这所有的痛苦，痛苦就像那个火，在这痛苦的火堆里呀、啊，一定要见到觉性的光，这叫做随流人的性啊。那你现在是随流在干什么？你随流用我在自己做主了。啊，所以这个叫做再练一下自我做主，群魔乱舞。你要一起练觉性在场，一统江湖。这一统江湖就是能所一切都发生在其中，任其显现，顺其自然，了无意见，不求改变，没事。这就随流任的，再练一下随。我没办法重复。啊，对啊对啊，有的记起来，就记多少算多少。哦，那个自我做主，那个我知道啊，自我做主啊，群魔乱舞啊。自我做主，随流，群魔乱舞，觉性在场，讲。天哪，那一统江湖就是这个所谓的江湖，因为江湖就是谈心嘛，谈能，谈所嘛。那我们只要创造我，只要有我，我们只要那个我吃在，就我见了，我见在，就我慢了，我慢了，我慢在，就我吃，就我爱了。就是说我吃呢，就是你一直用我执无明。我这里特别讲一下，我执无明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一直跟过去这轮回生命的主流啊结合在一起。无明唯一的对手就是觉性，如此而已，没有其他的。不要在无明里面又搞脑袋瓜，东搞西搞，左右两边，这佛陀讲得很清楚，不要在两边在那边跑来跑去，头脑善恶两边，是非对错两边，佛啊魔啊凡啊圣啊苦啊乐啊善啊恶啊，超越这个东西，这是头脑的事啊。那你要讲专业名词，这叫意识啊，哈，这叫第六意识啊，超越它，在觉性里，哈，超越它，在觉性里。我吃，就是你一直一直一直，跟无明的思想在做结合。这无明的我执唯一的对手就是觉性而已。你今天见不到觉性，是因为你习惯把自己存在于无明的我执。你无明的我执一直不能破，是因为你没有见到你的觉性，没有体会你的本来。这两者是很诡异的。你不能觉悟，
是因为你一直执着我执，你会一直执着我执，是因为你一直没有见到觉性。受呢，受的个 SO 啦，怎么办呢？所以看你现在现实是这样，你也没办法松开，所以呢，佛法的开始给你喵，给你喵喵喵喵喵喵喵，你得较轻松，好安呢，好好好好，较轻松。啊，那没办法呢，遇到善知识，伊就按后壁甲你对，啊，互你对要开去，安尼，啊，你来甲你开去，哈，这叫做我是，就跟无明结合，忘了佛性，忘了佛性之后就我见了，就执着这一份生命，我见又叫做我执，也叫做身见。然后你这个心就无明住到身体，活动在头脑里，然后用一个自我的主体，你认为那个自我是生命的主，然后这生命的主他又认身体做自己，所以叫身见，所以由身见创造生死，然后活动这份恐惧活动在头脑里，头脑是你思想作用的一个工具体啊，然后就活动在那里。那你活动在哪里？又创造苦恼三恶啊！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都在头脑创造，这叫做我见。那有我见之后，有了我，你就开始进入这个我慢。什么叫我慢啊？我慢的第一个源头就是有了我。你想一想，你会不会创造我的领域啊？这是我的人啊。这是我的钱啊，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什么？从此你开始傲慢，傲慢什么？属于我的，都要听我的，都要顺从我的，都要利益我的，要不然病得都被痛苦熬啊！你讲，对吧？你的痛苦就是从这里，这叫我慢。不要一直觉得我傲慢，其实这几次是从此以后你就二元对立，你就开始对抗一些不服从你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好，就这样，好。那有了这个我见之后，你就我爱了，好，我见之后有了我慢就是一种。敌对意识，哈，一种什么东西要顺从我的？你所有的痛苦都这样来的，不是吗？这些都错的啦，哈，没有觉悟都是痛苦啦。反正只要你认身体做自己啦，只会活在头脑里啦。我都跟你讲啦，你江湖对话就完蛋的啦，都没有的啦。反正你只要认身体做自己，在头脑里面活动啊，然后有个自我，你永远跟你的佛性无缘的啦。你已经遗失你的本性了，遗失本性，你落入了一个错误的状态，你必然就是苦啦。这都毫无疑问的，这唔免担遐编啦，你问你家己就知。你买晒安尼江湖对话，跟你的老师谈谈看啦，好看看怎么办啦。这拢足重要的病啦。他跟伊有好的啦，哈！只要有我见，认身体做自己，你永远见不到佛性，你落在错误里就是痛苦啦。然后啊，你就开始我爱，你就很追求我的存在，甚至你追求我死了。后面的人还要记得我啊！吼，你才需要有够严重的你，哈！你死了之后都还要别人爱你啊，哈哈哈！然后就需要我存在，我要生存，我要存在，我要活，我一直要活，活到连身体没有了，我还是要活。咱台语啊，咱讲死拢叫做啥嘞？那闽南语啊，大家知道吗？闽南语啊，说死，不是嘞、啊，不是、啊。嘿，这拢爱阮泉州人去知啊。
哎，对对对，你个真搞。你往那西哦。哦。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是全桌的。过了一个身体叫做死啊，所以阮南阮迄个闽南语啊，可能阮泉州人拢讲叫做贵姓啦。你看讲的多么有意思，是真的、啊，这个是真理啊。你这个心嘛，过了一个身体，有另外一个身体，正如同这个生死之前，还没出生之前，他有个心，他来过这个身，这个身随着业力，他不能用了，他又转过了这个身，又经过了这个身，这样多美，哈，这叫过身了。但我们现在就是啊，在呀、啊，在呀、啊，这个，我爱呀、啊，爱这个身体，不晓得过了这个身体啊，哎，这个平常要养成黑，哈、啊，这一点我养成还不错，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认为对我好的不一定对你有用，时常啊，然后观身无常。啊，观身无常，就是他是要被过的啊，要被过的。你要认身，认那个心做主，但心呐、啊，不能认头脑里面的心嘿。好，那我们今天呢，大致上这随流任的性就谈到这里，这样是应该是可以体会。好，但这个佛性，我用三分钟的地方把它做个结论的。这结论就是我们一般要特别留意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觉性到底是头脑的还是本来的，这个请大家分清楚。我们一般说的觉照也好，哈，名词我就不管哈，我们说我们在做觉或觉照或观，这个头脑都是头脑里面的注意力。我们常说我在觉照，我在观照，其实都是头脑用力在投射某一个对象，这对象也许是你的念头，也许是你的苦乐。我不能说那个不对，我只是说那个叫做起步好了啊。真正的所谓觉照是超越头脑的，简单的关键就是头脑在思考，它是发生在背景中那一份知道中的流水，就是流的，它一个空性的流，它就是这样流。它现起，我们不说当初空，我们说它无常缘起空。所以你生命任何的经验告诉自己，内在的外在的其实都会过去，都会 pass 的。他还没过去，其实已经具足 pass 的。就好比我们人还没有住生，就已经住死了。还没有啊，结束啊，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结束了。要分离啊，在相逢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嗯。死亡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灭在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一切东西，我想大家内化成为生命的智慧，使用在生命身口意的每一个当下里。我们今天呢，就哪里来着？谈到这里，感谢啊师母啊，感谢各位师兄师姐，线上的师兄师姐。我们向啊这向老师做一次顶礼感恩。南无阿弥陀佛。顶礼三宝。老师，那我们模特儿呢 ？Solo walking。啊，不是时间到了吗？过了就好了。Solo walking，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不用啊，下一次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不是啊、那个就是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首先，我们今天实在是
说不出的幸运哈，就是说今天能够把黄老师请来，而且一口气啊，几乎是有两个小时呢，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停留。但是呢，现在又秋燥的季节，所以我看那个黄老师喝了很多的水哈。啊，不晓得你今天泡的是什么茶？请问会长。人参呢、啊？泡人参的、啊、哦，那就对了。今天对了，今天气虚，声音弱。不会，声音很强。老师发牙齿可以喝人参啊。就是弱啊，我为了急救啊。今天那个，我觉得是我们黄老师是用全生命哈、哦，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生命之流的一个深刻的觉醒的讯息。我想借这个机会跟老师跟黄老师分享一个故事。这个四佛莲第一次在那个大陆开会，成立了这个70年了，第一次在大陆开会，就是在宝鸡。宝鸡就是在法门寺的附近。那这个宝鸡呢，也就是当初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大智度论》的神圣之地。然后我们没有想到，第一次的四佛莲的大会，竟然他召开的地点就是在宝鸡，就是在罗什大师翻译《大智度论》的这个圣地，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宝鸡的这个四佛莲大会开完会之后啊，主办单位呢就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就是招待所有的与会者，大概400多人，去参访一个地方，就是汉朝的古墓。那这汉朝的古墓啊，对我很 shock， 很惊讶，因为我们去看汉朝古墓才发现说，天哪，为什么秦朝、汉朝这两个朝代，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的思想里面，对生命是怎么样去观察呢？就今天黄老师讲的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两个字，叫身见。所以我想泉州话里面讲贵心呐、啊，那个过身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灵魂已经离开肉体了，贵心就这个灵魂已经跑掉了。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秦汉这两个朝代，不管是秦始皇的那个兵马俑，或者是汉朝的历代的皇帝哈，他们那个坟墓啊，都是建造跟人活着的时候宫殿一样，那么多的军人，那么多的马车，那么多的这个宫廷的这个豪华的设备，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呢、啊，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刚才黄老师讲的身见。慧玲，请你赶快紧急打字。身见。那么我认为这个东西为什么黄老师今天提出来对我们来讲特别有意义呢？这个身见去不掉，我们62种惑完全去不掉，因为他什么都在那里纠缠了、啊、一辈子像一生，所有东西都在那个上面纠缠。而你看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大智度论啊，我们大智度论哈、啊，在讲到那个安忍波罗蜜那一卷的时候，这是所有的华文的这个书籍里面、啊、第一部的那个佛教的这个书籍里面、啊、第一次讲到中阴身，就是说这一部当时在魏晋南北朝已经翻译成我们中文的大智度论，早就讲到中阴身了。但是你看那个秦汉两代的这个秦墓、汉墓都还在想，人的生命就是离不开你的身见，离不开你的肉体，所以你所谓的轮回，刚刚老师讲轮回，如果那个时候有轮回的概念，可能我们老祖宗的那个世界观就很大的改变了，但是转不过来。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黄老师跟我们讲些很多东西，如果有时间哦，慢慢一层一层剥开来，太丰富了。你不像生病的人，因为
气虚声音。不不不，没有虚。我跟你讲哈，其实黄老师今天也是现，但 please be quiet。成这个黄老师今天其实实现一个什么？人可以身病心不病，因为他心没有病啊。所以说，虽然身体有一些不调和，有一些天气太燥了，然后这个需要多喝一点水，但还好喝的是人参水。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心不病”三个字太重要了。你只有心不病，所以什么？你可以随流任的性啊，随流不颠倒。对了，随流任的性啊，不颠倒。这老师今天特别提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啊，尤其是我们那个，谢谢我们黄会长，还有那个副会长哈，这个还有那个黄老师的常随众啊，也都到教室来了，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支持跟加持哈。所以再次，您最后还有东西要跟同学分享？我想说再补充一下。最后请老师再做个总结。好，好，我这边有。好，各位师兄师姐啊，大家好哈。我们这心随万境转，转处神能忧，随流任的性，无喜亦无忧啊。我们在这里下面有中文，下面两句有做过解释的吗？老师帮我们今天的回向偈，我们要请那个慧眼菩萨用唱的来唱这个回向。哦，好，这个太厉害。这一句话的由来哈，是在禅宗或顿禅宗啊哈或顿教的祖师的系统里面。他这第22组跟第23组，古印度的祖师，啊、古印度的祖师啊，对，哈、啊，那他的背景我们就不讲，我们只谈他的重点。这22组，哈、啊，他当然23组问22组，哈、啊，就是一起念，以何方便？以何方便？令得解脱。令得解脱。这是不是江湖对话？啊、哦！你要叫这样啊！外面那成佛，外面那成佛没？爱点爱猛贼，没点爱猛就乖。这部经典怎么说？怎么说？你都当爱猛贼，这个港我的对话。人家就这样问哦。然后22组因师父啊，啊，人家就答：我有无上法宝。我有无上法宝。汝当听受。汝。化未来际，化未来际，人家就讲出了这个传法际，哈，就这个。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人留任得性，无喜亦无忧。就是说，你的生命，它随着根尘世。随着你的业力，随着你的业报，不断不断的流动着。在这流动的过程之中，背景中有一种清清静静、空寂之知啊，空寂的知道的感觉，它在那里。哈，这空寂之知好像是神会讲的话了。好，神会，这是我引用忧啊，忧就是一种魔术，没有言语。不会伤心，不会什么，他在那里，在所有的流动过程之中。那你在生命之中流动里面，你有生老病死，你有各种八风的吹袭啊，在这一些流里面，你要心啊，你的心啊，要时常跟觉性是同在的，哈，这叫心明寂，明啊，你心啊，明寂，那个性的存在。这句话是什么一个为了解释一个正念，就好像毗婆说论，毗婆达说论里面，他心呢、啊、要铭记这个性，哈，然后我说的语言叫同时存在，哈，然后百丈说的灵光独药的时候，一起念无喜亦无忧，无喜亦无忧，好，这是这个的由来。那今天。我们也提到这了凡人生，我就说一个简单的结论了。了凡的人生里面，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了。啊，那大部分的人其实问我的都还是那么很俗气的话，
要怎么改变命运呢？我、哦、没有了，这已经十五年前的，哦、这做少年的五十岁以前做的呢，无这拢你家的，这咱佛陀教育基金会，诶，这咱那些佛陀教育基金会注印的，因为这个只有注印，好、哦，我没有在外面流通，这要改变人生的命运，这里面有很多，哦，但我只讲一个里面没讲的，嗯，这样。公开这样比较好。哦，这一份啊，我们真的要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啊？哦，我讲的会非常的平凡。我就希望，其实我这样看，命运会好的人，他一定有个特征，那也代表你要开始把你的命运转好一个关键点，一起念虚心求教。然后呢，听得进去啊，这不用护送，听得进去别人的话。听得进去别人的话。哦，这句话，其实实践起来是很伟大的，哈。所有的随业漂流的人呐、啊，都不会虚心求教，有苦也不会伸出手求救。所有随业漂流、正在被命运折磨的人，已经被业控制住、支配住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楞严咒心说的“班达班达尼啊”，他被捆绑啊，哈，那他不会虚心求教的，他不会去问的，即使有那么大的福报，可以遇到法、遇到三智士。也听不进去，所以我们真的要改变，一定要改变这一点，好不好呢？好。尤其啊，年轻的一辈，一定要问父母，一定要听得进父母的话，这不是孝顺，这攸关你命运的问题，这个是我书上没写的。要改变命运，当然里面很多，但这一点我没写。但经过十几年之后，这一点很重要。要改变命运，这一点核心之前，大家要把身体照顾好，哈。身体照顾好也是改变命运的关键点。第二点，要虚心求教，哈，要晓得，听进别人的话。即使他是小孩子，第三点特别注意一下，其实生命有他注定的地方，哈，有一些业是定业的，确实是没办法变化，不要太勉强，哈，顺其自然就好。第四点，我们把它做个结论，有关命运的、人生的、法的，一起念把音。做好，把因做好，把缘呢、啊、和好，把缘和好，把果受好，把果受好，把报安好，哇，太好！好，那我们就用这句话，然后祝福大家，这身体健康，啊，平安顺事，吉祥开悟，好，祝福大家。啊，感恩老师。那个，感恩老师，跟老师报告。今天我们上课之前呢、啊，本来很想安排我们那个黄老师到基金会那边做一个这个了解哈、哦。那就因缘果报四个字，那个那因为上课以前老师时间很紧张哈、哦，所以呢，我们很感谢那个基金会的执行长朱执行长，他呢专程的。把基金会要送给老师的礼物啊，放在教室等老师带来。那个，请张明正师兄来代表送给我们黄老师。我们这个今天哈、啊，这因缘太殊胜了。然后今天的回向偈，我们就念这个偈，请那个慧能菩萨来带大家哈、啊。大众，请合掌，随我一起，唱诵
回向记。心水万金转，转出世能有，水流人的心，无息亦无忧。礼佛三问讯。